这边是 Hiya Beach， 英国散步大道。这边一脚踏车，我想很相对蛮方便的。跟1999年味道会有些不太一样的呢。是一直不愿被法国再做一些控制，所以当地的这边还可以保留很多的叫希腊罗马文化的一些的建筑，尤其到老城区的话就大概就可以看得到了哦。那尼斯这边有当地自己的当地尼斯人，有尼斯语的部分，直到在法国最后才统治到整个尼斯这边的部分。